等我，你要等我。这是要抢人吗？啊哈喽，我的意思是这个。哎呀，你怎么就会第一个选他？你给我看看吧，这么多人抢他。哈哈，我很喜欢淘淘，但淘淘对不起。你说你的，你要说的话，我。虽然你唱跳跟唱秀了，但是我觉得有机会一起，我们之前说过，我觉得会很好看。你刚去完苍秀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的秀是这样的，所有的难度动作都是由我来承担。我知道，你只需要做好的音乐，然后好的自己。Sorry， 我知道，其实。哎呀，这改的干嘛呢？抢阿萨吗？舞台是怎么样？我要他。你俩都在抢阿萨是吗？不是抢啊，不是抢。你都来啊！你再说花样了吧？快了，我都是拿。不拿我收走了，阿萨。没有，我是都拿的吗？不，你就拿一个。只能选一个，选哪一个？形成了这个格局。算了，我是不多人所爱了，跟大家讲吧。是这样的，之前啊，我就一直觉得很想就跟心灵一起。你不是正经的，你不用拒绝我。我去心灵，我选心灵。